开快点！ 周杰的骨肉，给我！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我之间还有情分吗？周恒，别再叫我的名字！
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别动，不要，站住。徐友仪，来生再见吧。没事了，周恒已经死了，那些想要杀死你的医生和护士也都被抓起来了，你现在很安全。嗯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还在、啊，你不是也在吗？正好，你替我看护一下徐幼仪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。你要去哪？我有事儿办。有事要办。啊，又是拿人脑袋的事儿。别跟着我。